一个小女生抢走了男人的饭碗，很多人还是不能接受。2007年世界杯，我刚好担任澳洲队的翻译，我就跟他们分享说，我一直站雷神，到底女生能不能站主审这样子？因为我也会问捕手说我判得好不好，然后那个捕手就跟我讲 ，Graham 就跟我讲说，我才不管主审男生女生，只要他不要判错就好了。澳洲队的激励或许真的发生了作用。站在边线一年多，累积了100多场的执法经验后，终于有老前辈出面力挺，愿意让女生试看看。我洪老师他，因为他那时候是可以负责排裁判，那他就是坚持一定要让我试试看主审。他说没有让他试过，你怎么知道他不行这样子？那天的心情啊？那天的心情是什么？就是我记得他坚持的那个时候，还有人当场说，在我跟老师的面前说，啊，女孩子不好吧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，女孩子为什么不行？你告诉我一个理由，为什么女孩子不行？然后我就好想躲在他后面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说啊，为什么女孩子不行？好，记住，快去弄，看好，抓好。还好，大部分的裁判都很肯定伯君的学习态度，也愿意倾囊相授。就好比我们记录的这场比赛中所看到的。当然也要问问球员，可以接受女生来判决吗？女生，我真的觉得有。棒球这种东西，有时候换女裁判，我们有时候男生士气会更好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，对。为什么？你们听到那种裁判喊三振，啊，不要打，我那种感觉哦，那种士气就很高。我们队长。真的吗？谁队长？然后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女生有差吗？女生还败有差吗？对啊，感觉比男生还声音还大声。真的。而且士气会不一样啊，那种新的气象会不一样。那曾经以前有人就说，女生不能当主审，就是因为你们女生没有气魄，所以万一遇到打架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心里想说啊，那天就让我遇到，两队就快要冲起来了，那我就把面罩脱掉，我就跟两队讲说，哎呦，我站主审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打架？然后两队马上剑拔弩张，然后马上就变得不打啦，你站主审我们怎么会打架嘞？礼拜天打球打球，大家打球，打什么架？拿过去了。这里面这个都会吃掉，可是吗？当然有，你要摸什么很恶心。然后这就是稍微先整理一下，回去就再上鞋油，因为上场之前要很帅气。我觉得你看啊，前辈都在场边会碎碎念，他会教姿势啊，哪个姿势不漂亮，哪个球抓得不好。对啊，贵哥一直每结束一个半局就过来找你。然后其实不错啊，人家愿意教，就赶快学啊，要不然裁判不是看电视就会，也不是看书。比赛才刚结束，伯君拎着装备又要赶到下一个场地。这是日侨学校与双峰国小的友谊赛，刘伯君站在三垒。因为自己就是从小比赛慢慢累积经验，一有机会他也会义不容辞与同辈一起切磋。就是我在笑的那一颗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觉得很有使命感。我觉得最好的裁判就是整场比赛结束之后，没有人发现场上的裁判。象征就是这个。现在要上场不怕没机会，但是要怎么穿、怎么买装备，男裁判也帮不了忙。刘伯君只好自己想办法。那你站裁判的时候，男生跟女生构造是不一样的。那以前没有这个产品的时候，
站起来会很焦虑啊，会很害怕，因为他本身构造就不一样，对，做法也会不一样，对对对对，对啊，是这样子，这个地方是不能受伤的，像这样子，跟男生的是不一样的。我第一次看到铂金的时候，我吓了一大跳。裁判本来只有男生，为什么女生有这样的勇气站出来呢？这些大联盟裁判用的护具，老董事长通通免费赞助刘伯钧，还想帮伯钧站上最高殿堂。再怎么困难的时候，我要帮忙他出人头地啊！不是只有王建民一个，应该还有很多很多的他默默在耕耘的人。我希望女生也会站起来，但是不是只有站两三天哦，要继续站下去。对，我有一个美国梦，我想要去美，因为美国其实大联盟裁判，还有美国大部分裁判，甚至澳洲一半以上的裁判都是美国裁判学校出来的，毕业之后你才可以，譬如说一些执照，或者是有机会去尝试职业裁判。终于在棒球场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佳位置，下一步刘伯钧希望到国外创造台湾的骄傲。不要先想说女生可不可以，就是不要先不要把性别跟年龄限制先摆在前面，就是你在试之前你就先告诉自己好吗不好吗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试，试了之后你觉得不好，那你至少试过嘛，不要因为说我先想说啊，那应该是不适合，那我就不去试，你不试怎么知道。棒坛的台湾之光，女性也有了一席之地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。